你还在用传统的耳机听歌玩游戏吗？赶紧扔了吧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联想 HT38 无线蓝牙耳机，经典黑白双色，绝对符合你们的审美。整体是小巧玲珑的，塞在包里或口袋里就好了，非常方便携带。打开看一下里面，半入耳式设计，佩戴轻松，一点都没有压迫感。带着它跑步健身啊都不会甩掉。蓝牙 5.0 快速连接，无延迟，兼容苹果、安卓、电脑等设备。左右耳都是有单独触控功能的，听歌、打电话都非常的方便。长出两秒就可以唤醒 Siri 啦。耳机拥有13毫米动圈设计，搭载大口径驱动单元，绝对带给你震撼清晰的音质。它能真正做到音画同步不延迟，让你轻松唱完各种游戏，告别卡顿，轻松上分。这款耳机还可以单双模式切换，满足您的不同需要哦。这么有颜又有实力的蓝牙耳机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入手吧。